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看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这门课，我是吕思齐老师。今天我们上半段的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在讨论人际知觉，说明形成印象的因素以及形成印象的方法，而在下半段的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在讨论归因的相关理论，还有影响归因结果的各种归因偏误。首先，人际知觉主要是在探讨个人如何将他人的各种特质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在我们的日常人际互动中，假如我们遇到了不认识的人，经过了简单的交谈，甚至只是看到对方的长相，我们就会依据这些有限的资讯形成他人的印象，推论他人所拥有的特质、类型，还有可能会有的行为。而这些形成我们，这些影响到我们形成对他人的印象的因素，主要来自四种。第一种是外在特征，第二种是行为线索，第三种是类别线索，第四种是凸显线索。以下我们依序说明。首先是外在特征。当我们在面对重要场合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被提醒或者是告知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例如，社会新鲜人在面对企业甄选面试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忠告便是要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然而，注意穿着除了是尊重对方跟自己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会影响到对方对于我们自己的印象形成。虽然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不要以外貌取人，但是外在的各种特征，例如衣着、年龄、性别、长相、种族、身高、体重等等，这些的确会去影响到我们对于他人的印象以及后续的评价。此外，学者也发现，个人只要极短的时间便能够透过他人的长相来形成基本的印象。第二种是行为线索。当个人初次与他人见面的时候，除了外表的特征外，他人当时所展现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个人对他人印象的形成。例如，当我们遇到了一位向我们亲切问候的服务人员和一位连正眼都没有对到的服务人员时，我们对于他们的印象形成就会截然不同。除了印象的形成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从这些行为推论到个人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在刚刚前面所举的服务生例子中，亲切问候的服务人员是一位热心的人，而连正眼都没有对到的服务人员则是冷漠的人。这种个人从他人行为推论到他人所拥有的特质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特质它拥有概括性。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借由一项特质就可以去推论他人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行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某一个特质去推论到个人其他的特质，而这样的推论就是隐含人格理论。例如，当个人认为一个人具备热心的特质时，他可能也同时具备了乐观、真诚、助人、具有同情心等等其他特质。然而，隐含人格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会因人而异。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理论基础是根据个人过去的生活经验所累积而来的。如同我们在先前的课程中所提到的，原因效果就是隐含人格理论最常见的一种偏误。然而，这种从行为推论到特质的过程并非总是正确。在第十章时，我们有提到个人的行为会受到个人的特质和环境的因素影响，因此上述从行为回推到个人的特质的过程似乎有点太过于简化。心理学家米歇尔认为，情境也就是环境的因素会去影响到个人特质和行为的表现，因此他区分出了强和弱两种不同的情境，
并且说明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个人行为的差异。在强情境的情况底下，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会趋于一致，而个人的特质是无法影响到个人的行为。例如在部队里面，不论每个人的特质是热心或者是冷漠，每一位士兵的行为都必须要服从长官的命令，展现出一致的行为。而在弱的情境底下，每个人的行为就会依据每个人的特质来展现。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当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具备热心特质的人就会前来帮助，而冷漠的人就会袖手旁观。第三种类别线索，它是指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借由辨识对方所展现出来的类别线索，来将他们归类到一个团体中，然后形成我们对他人的印象。例如当某个人身上穿着印有动漫人物的 T 恤时，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到御宅族，并且形成我们对他的印象。这样的过程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经常会使用刻板印象来判断一个人所具备的特质以及后续的行为。刻板印象是指我们对于某一个团体有着比较坚固或者是固定的看法，因此当个人知道他人是属于某一个团体后，便会使用刻板印象，并认为这个人会具备该团体的一般特征，进而去判断自己对他的好感程度。最后一种是凸显线索，如同第十二章所提到的凸显性，他人任何凸显于环境背景之上的刺激，例如各种特征，都会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和形成对他们的印象。例如在必须服从上级命令的部队当中，如果个人依旧我行我素，就会被视为是不服从命令，并在他人眼里形成不好的印象。或者在女性比较多的护理职位上，男性的任职者就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四种因素虽然有助于我们辨识他人，并协助我们形成对他人的印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可能会有所偏差。那么为什么个人要形成对他人的整体印象呢？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他人的了解可能是借由自己和他人的互动，或是借由听取第三方与他人的互动结果而来。这其中的资讯可能有正面的讯息，也有可能有反面的讯息，有好的也可能有坏的，有我们所认同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我们无法认同的。然而个人有着一致性的需求，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些资讯中整理出一个对他人的一般性评价。简单地来说，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我们喜欢的人还是我们讨厌的人。至于如何形成对他人的一般性印象和评价，个人可以透过不同的讯息组合模式来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四种因素，它可以快速帮助个人形成对他人的印象。然而随着与他人的互动次数和频率变多时，个人所接收到的讯息就会变多。随着讯息量的增加，个人也会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资讯来源，或者是不同层面的讯息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印象。而组成的方式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累加模式，第二种是平均模式，第三种是加权模式。以下我们分别说明这三种组合模式。首先，累加模式是指个人在对他人形成印象的时候，会依据个人对他人各种特质的主观评价全部加总而成。这个模式基本上认为个人对于不同特质会有着不同的喜好程度，而这个喜好程度会因人而异。例如非常喜欢就是加5分，普通就是0分，而非常不喜欢就是负5分。换句话说，同一个特质
有些人可能会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其他的人可能就不会。例如，某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热情和我行我素的特质。假如我们对于热情是加五分，而我行我素是负二分，则我们对于这个人的印象分数就会是三分。他人可能会是热情加两分，我行我素加四分，加起来就会是六分。接下来，平均模式是指个人在对他人形成印象的时候，是根据个人对于他人各项特质的主观评价加总后的平均而成。平均模式的计算方式基本上和累加模式相同，只是在最后必须要将加总后的总分除以个数的特质的个数。例如，在刚刚前面的累加模式中，第一位的总分数就是依据两个特质加总而成，而总分是三分，所以在平均的模式底下就会是 1.5 分，而第二位也就是6除以2得到3分。然而，随后学者们发现，个人在形成对他人的整体印象时，并非是采用累加或者是平均的模式，而是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加权平均模式认为，不同的特质在个人形成整体印象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因此在形成对他人的印象时，不同的特质会依据不同的权重加权之后平均而来。影响各个特质权重的因素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评价的目的，第二个是看待特质的角度，第三个是核心与周边特质，第四个是背景形容词的影响，第五个是初始讯息的影响，第六个是讯息间的一致性。以下我们依序说明。第一个是评价的目的，评价的目的是指个人在形成对他人印象的时候，可能会抱持着不同的目的。例如，我们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并不会太在意他们的工作内容或者是专长，而是会比较在意他们跟自己是否有相同的兴趣或者是爱好。然而，当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员在面试应征者的时候，则会在意应征者是否具备该职位应该要有的专业能力，而不会在意应征者的个人喜好。第二个，看待特质的角度。看待特质的角度是指我们对于各项特质都会有正向的评价或者是负向的评价。一般而言，相较于正向的特质，我们会比较注意负向的特质，主要是因为负向的特质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一些伤害。例如，虽然一个人和其他的人相处融洽，但这并不会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位有礼貌的人，因为不管是不是有礼貌，每个人都能够和他人相处融洽，但是只有无礼的人才会冒犯他人。因此，当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冒犯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就会推论他是一位无礼的人。第三个是核心与周边特质。核心与周边特质是指个人形成对他人印象的过程中，某些特质的影响会比较大，然而有些特质的影响就会比较小。影响比较大的特质就叫做核心特质，例如温暖的或者是冷漠的，而影响比较小的特质就是周边特质，例如斯文的或者是粗鲁的。第四个是背景形容词的影响。背景形容词的影响，它是指相同的特质在不同的背景底下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例如，学者们发现，骄傲在正向的背景底下会有自信的意涵，而在负向的背景底下则会变成自负的意涵。第五个是初始讯息的影响。初始讯息会影响到个人对他人印象的形成，而这种初始讯息比后来接收到的讯息有着更大影响力的现象称为初始效应。如同第十二章所提到的，初始讯息会触发个人的各种激膜，
进而去形成印象。因为筋膜是过去生活经验所累积的，因此这种印象通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改变。但是假如互动的双方在形成初始印象之后，经过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才又见面，此时接收到的讯息会比先前的讯息来得更加有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被称为进食效应。例如跟许久不见的老同学再次见面时，当时的回忆或者是印象可能就会被现在所形成的印象所取代。最后一个是讯息之间的一致性，它是指个人有着一致性的需求，因此当个人利用初始讯息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后，后来接收到的讯息如果和先前的讯息是一致的时候，因为这些讯息没有任何对于他人的新知识，所以就会被忽略。然而如果后来接收到的讯息是不一致的时候，讯息有可能会被忽略、被打折扣，或者是被扭曲成和先前的讯息是一致的。除非个人有强烈的动机和时间，个人才会慢慢的去理解这些不一致讯息，并且将它们放到整体印象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说明的是归因。归因主要是在探讨个人如何了解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称为自我归因，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称为他人归因。那为什么要进行归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我们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进行预测，然后使用一些方式来增加或者是减少该行为的产生。例如当管理者发现员工上班时间不固定的原因是因为企业没有要求一个标准的上班时间时，而在这个时候管理者为了要提高员工准时上班或是减少员工迟到，就可以借由打卡的制度并配合全勤奖金来提高员工的准时上班的动机，或是利用迟到扣薪的方式来减少员工的迟到。不过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不论个人的归因结果是否正确，都会去影响到我们对于他人的行为。凯利在1967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归因理论。在这一个理论当中，他提出了一个共变原则来说明个人对他人行为做归因时的状况。他认为某个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要成为行为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满足以下的条件，也就是当行为出现的时候，该人、事或者是物也会出现，而当行为不出现的时候，该人、事或者是物也不会出现。此外，他认为个人在归因他人行为时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单次观察，而第二种则是多次观察。在单一次的观察情况底下，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归因结果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如果存在其他的原因，那么任一个原因是真正的原因的可能性就会被降低，而这个被称为是折扣原则。此外，如果其他原因会抑制主要的原因 A 时，而该行为仍然产生的情况底下，则原因 A 是导致行为真正的原因的可能性就会被提高，而这个被称为是扩大原则。例如当我们看到某位同事在帮助其他同事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名同事是为了整个团队好，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会认为是他跟这名被帮助者的关系还不错。而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出现了折扣原则。然而假如我们发现两人的关系并不好，而在这种关系不好的情况底下，协助他人的可能性就会被降低。此时如果这位同事的助人行为一样产生，
我们就会认为这种助人行为是为了整个团队好，而这种情况就是扩大原则。在多次观察的情况底下，个人对于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的归因，主要是由以下三种不同的讯息来决定。第一种是区变性，第二种是同意度，第三种是一致性。而个人是如何使用这三种讯息来做归因的，我们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假如现在有一名学生在课堂上翘课，老师会如何使用这三种讯息来判断学生翘课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区变性，它是指他人在不同的刺激底下是否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例如，学生在上其他老师的课的时候，如果也会翘课，那在这个时候区变性就是低；如果没有翘课，此时的区变度就是高。第二种是同意度，它是指其他人对相同的刺激是否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例如，其他学生在上该名老师的课程时是否也会翘课，如果也会翘课，此时的同意度就是高；如果没有翘课，此时的同意度就是低。第三种是一致性，一致性是指他人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情境底下，是否对于此刺激有着相同的反应。例如，不管这名老师上什么样子的课程，这位学生都会翘课，在这个时候一致性就是高；如果在不同的课程时就不会翘课，此时的一致性就会是低。依照凯利的理论来看，个人会依循这三种线索，然后归因出他人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是来自于外在环境，也就是老师，还是内在个人因素，也就是学生本身。例如，当区变性高、同意度高和一致性高时，则会归因于外在环境的刺激，也就是老师是学生翘课的原因。如果是区变度低、同意度低、一致性高时，则会归因是个人的因素，也就是翘课是学生个人的因素。个人在归因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时，还是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错误的归因。以下分别说明几种不同的归因偏误。第一种是基本归因谬误，第二种是行为者与观察者的归因差异，第三种是错误的同意效果，第四种是智力归因偏差。以下我们依序说明。第一种是基本归因谬误，它是指个人在归因他人的行为时候，过度相信行为者本身的特质，而忽略了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当老师看到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就认定该学生不认真，而忽略了可能是老师自己上课的方式太过无聊。第二种，行为者与观察者的归因差异，这两者的归因差异主要的来源是因为两者的关注焦点不同。行为者会关注在外在环境的因素上，借此来改变自身的行为，以因应环境。然而，观察者因为只聚焦在观察行为者本身的行为上，所以只会关注行为者本身的个人因素，而忽略了外在因素的可能性。第三种，错误的同意效果，是指个人会高估自己行为的典型性，也就是说，个人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或者是意见与他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翘课的同学往往都会认为其他的学生也都会翘课，但是实际上翘课学生的人数会远低于学生的想象。第四种，智力归因偏差。智力归因偏差，它是指个人倾向于对于自己有利的归因。例如，当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辛苦努力得到的；反之，当个人失败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是时不我与，是环境或者是其他人的因素所影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上课内容。首先，个人会对于他人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
而影响形成印象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外在特征，第二个是行为线索，第三个是类别线索，最后一个是凸显线索。外在特征是指个人的各种外在的特征，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他们印象以及后续的评价。行为线索是指当个人初次与他人见面时，他人当时所表现的行为也会去影响到个人对他们的他人印象的形成，而我们也会从他人的行为去推论到他人所拥有的特质，并且用这些特质再去推论出其他的特质。此外，个人所处的环境是强环境还是弱环境，也会去影响到个人行为的展现。第三种，类别线索，它是指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借由辨识对方所展现出来的类别线索，来将他们归类到某一个团体中，然后形成我们对于他的印象。最后一种是凸显线索，它是指他人任何凸显于环境背景之上的刺激，例如一些特征，都会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和形成我们对他的印象。而个人在形成对他人印象时，会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是累加模式，它是指个人对他人形成印象时，会依据个人对他人各种特质的主观评价全部加总而成。第二个是平均模式，它是指个人对他人形成印象时，是根据个人对他人的各项平均的主观评价加总后平均而成。第三种是加权平均，加权平均模式认为不同的特质在个人形成整体印象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影响各种特质权重的因素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评价的目的，第二个是看待特质的角度，第三个是核心与周边特质，第四个是背景形容词的影响，第五个是初始讯息的影响，第六个是讯息间的一致性。凯利在1967年提出了共变原则，来说明了个人对他人行为做归因时的状况。他认为某个人事或者事物要成为行为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当行为出现时，该人事物也会出现，当行为不出现时，该人事物也不会出现。此外，凯利认为在归因他人行为的时候，可以区分成两个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单次观察，第二种是多次观察。在单一次观察的情况底下，个人对他人行为归因的结果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如果存在其他的原因，那么任何一个原因是真正原因的可能性就会被降低，而这个被称为是折扣原则。如果其他原因会抑制主要的原因时，而该行为仍然产生的情况底下，则这个原因就会导致行为发生的真正原因的可能性就会被提高，而这个就会被称为是扩大原则。而在多次观察的情况底下，个人对于他人行为背后原因的归因，主要是由以下三种不同讯息来决定的。第一种是趋变性，第二种是同意度，第三种是一致性。最后，个人在归因他人背后原因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错误的归因。第一种是基本归因谬误，第二种是行为者与观察者的归因差异，第三种错误的同意效果，第四种是智力归因偏差。好的，在下次的课程中，我们将会介绍个人的人格、态度与价值观。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